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午安。Hello， 午安午安，今天是眼镜妹妹，对，因为怎么在这？七夕快乐，七夕快乐 ，Hello， 大家午安。在公司没有没有没有今天在没有，今天不是会议室，今天是朋友家。七夕快乐，午安 ，Hello， 谢谢志宏的梦幻烟火。谢谢志宏。今天七夕，七夕有什么特别要做的事情吗？开灯了，开灯了。Hello， 终于有电了。谢谢战队的 Super， Hello Hello， 一来就做，午安大家午安，谢谢竹轮送的枫叶，你们七夕要干嘛？去上班了，拜拜志宏。七夕要做什么？我今天戴眼镜是因为晚上要去看电影。对，今天戴眼镜是想说今天来玩嘛，朋友家玩，然后晚上去看电影，所以想说戴眼镜比较方便，不然隐眼戴一整天很干。你们猜我要去看哪一部呢？子弹列车吗 ？Yes， 我去看子弹列车，好期待哦！之前去看所有的时候，然后预告就看到子弹列车，然后就觉得好像是我喜欢的片，而且男主角不是那个布莱德比特吗？就是演那个《末日之战》，我很喜欢的那部电影的男主角，然后就想说那个阵容看起来好像蛮厉害的，感觉是我会喜欢的片，所以今天去看。谢谢冰彻玄的 Super， 谢谢路德，谢谢阳春里的路送的缘分相遇，午安。这部看预告就觉得很好看，好像感觉还不错了。我今天去看再跟你们分享。今天在家没有，今天是朋友家，朋友家。而且我今天穿了去年才接佳丽送我的生日礼物，第一次穿，我今天第一次穿这件。Stussy， 他们去年送我的生日礼物，谢谢志宏的梦幻烟火，谢谢志宏，谢谢徐阿北的枫叶。我今天穿这件出门，然后切换就说很像 Bill Flower 的衣服，我觉得有点像这个颜色，然后加上这个花，是真的蛮像的。谢谢博威的掌声鼓励，真的觉得蛮好看的，就是平常很少会自己去买 T 恤，对吧？那生日的话，收到就蛮刚好，就是平常感觉不会自己特别去买 T 恤，而且潮牌的话也没有很便宜嘛，就感觉好像不会特别去自己买这个，但别人
上就不错这样子，觉得蛮好看的，因为我很少不太自己去买潮牌的 T 恤，然后觉得蛮好看，它背面长这样子，也是一个画的花的感觉，在你身上怎么可能不好看？就夏天蛮适合穿这个颜色的感觉，而且我本身也蛮喜欢这个，叫什么雾灰浅蓝色吗？对，谢谢小熊的缘分相遇，觉得蛮好看的，颜色看起来很舒服，配色很不错，根本超主题，真的真的很像 Bill Flower 的衣服。谢谢 Dragon 的钟情玫瑰，这个牌子好像叫 Stussy， 好像是听说是 Nana 前辈的爱牌，然后李佳碧好像蛮喜欢这个牌子，这是我第一件 Stussy 的衣服。谢谢波维的粉玫瑰，先去忙了，拜拜拜拜。原来不是超主题。不是，它是一个潮牌。谢谢光泰的缘分相遇，背景没有切换，安静点。谢谢听听听棒糖的七夕会员票，谢谢甜不辣大胸糖联盟的杨公公的浪脑心，这名字也太长了，甜不辣大胸糖联盟，今天也被电到了，谢谢。今天也静妹，原来我们说别人坏话，该联名了。意思是潮主题也很潮，欸，其实我最近啊，觉得时尚流行这个东西，就是穿衣服其实是看你怎么搭配，不觉得吗？我真的觉得是看你怎么搭配，就是有时候，因为我最近就是去翻了以前的衣服，然后也是那种以前不太常穿，就觉得好像还好的衣服，然后最近拿来试试看不同的搭配，就觉得好像还不错，就是真的是看你怎么搭配怎么穿，只要搭得好都可以很时尚。谢谢草莓奖的 super。真的，虽然说还是正妹先这样说，这正妹穿什么都好看吗？啊，希望我也可以这样，希望我是那种，就是别人看了觉得穿什么都好看的那种人。但我自己觉得我身材很不是穿什么就好看的人，因为太小只了，所以衣服很常会松大太大件嘛，所以其实不太好找。我觉得我不是衣架子，太小只了，衣架子是那种高挑身材好的人，就是穿什么都好看。我你就是啊，我是吗？可是我找衣服也是找得很辛苦，因为要找到符合我 size 的真的是蛮难的，怎么穿都有男友踢的感觉，好吧。但我后来发现我不太适合穿太合身嘛，因为我很瘦，再穿很合身的话看起来更瘦，所以我发现我蛮适合男孩风啊，就是微宽松的那种蛮适合。可是我觉得你的穿搭都很好看，真的吗？谢谢，你不是真美还有谁是？但我平常是蛮喜欢看一些时尚的东西，就是杂志啊，或是 IG 一些穿搭，或是一些时尚品牌的穿搭之类的，就蛮喜欢看的。培养美感嘛，想说多看可以培养美感，那是衣服的问题。我也喜欢看时尚的时候的东西，就像现在。现在在看时尚的东西吗？很适合宽松路线的模特。谢谢吃货小米的告白气球。
谢谢。背景的电池声，谢谢奕晨的一封信。今天午餐吃什么？还没想哎，想说播完再吃。在哪里？我在朋友家。是主播那边有杂音吗？应该是扫地机器人的声音吧。谢谢独坐三角形的行李箱，谢谢阿元的爱的烟火，谢谢。大家今天都要做什么呢？我今天已经想好我的行程了，就是朋友家玩玩，然后去看电影。看电影前可以吃个冰淇淋，我今天想吃冰淇淋。Custom 那种，那叫什么？对，就是冰淇淋，有饼干的那种。上次收到了礼物，就是冰淇淋券，所以今天可以去吃。哎，我真的觉得那种 LINE 啊什么的那种礼物券、礼品卡嘛，很方便呢。送礼，其实我觉得送礼品卡挺好的，就是很实用啊。而且很方便快速，然后收到那个讯息，礼品卡的讯息的时候，就会觉得，好暖心哦！哎，他还可以留 message，就觉得现代人的礼物真的是蛮方便的。衣服真的很像草主题。晚上好，品涵，现在我要冰淇淋。礼品卡，前几天就收到了礼品。礼品券嘛，Costco 的礼品券，4张，也是朋友送的，可以去吃，耶、你们 Costco 啊，最喜欢什么口味啊？有没有推荐的？因为我每次去都想很久，然后每次都吃一样的，你们有推荐的吗？因为我是比较不喜欢太腻的，太甜腻的。那种比较想要那种可以耐吃久一点的，请问你们有推荐的口味吗？好久没有吃了，这种东西我也是不会自己主动去吃的人，所以朋友有送的话，那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，因为平常不会自己主动去吃。我不是巧克力就是苏打，不要太甜，对。茶类哦，我每次去那边都点莓果类，因为我想说莓果类酸酸的应该比较不甜，所以我都点莓果。大家有推荐那种一定要吃的口味吗？Hello，幻影战士，每次经过都觉得他们香甜到要长蚂蚁，他们是真的蛮甜的。我之前有吃过几个不是莓果的那种，真的蛮甜，巧克力那种。但就是女生嘛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吃一下甜的。但我刚好是那种不喜欢太甜的人。我发现我好像比较喜欢酸比起甜，我觉得酸比较耐吃。像我吃 Häagen-Dazs 也是喜欢覆盆梅口味，不喜欢太甜的。谢谢幻影战士的 super，我喜欢酸酸甜甜的东西。Custom 挑战甜度四颗半，我之前好像有吃过一个什么香蕉巧克力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很甜。我喜欢你趁机告白，我也喜欢酸酸甜甜的，所以我喜欢你。我残忍的冰淇淋也可以被告白，什么意思吗？之前吃了铁观音，但是真的啊，我有吃过他们家铁观音，我觉得是他们家铁观音偏甜，就不是那种很苦，比较苦味的茶，它是偏甜。
但我去过好几次，就是那种吃 buffet 啊之类的，吃过那种就是茶类的冰淇淋，我发现很多焙茶冰淇淋其实都蛮甜的，就是焙茶的本身我蛮喜欢，可是它做成冰淇淋之后就有点太甜嘛，就是我喜欢茶味再重一点。有啊，目前吃到那个古娃娃的系列的冰棒，就是我觉得还 OK 的茶味的冰淇淋。那我之前去有一些餐厅吃焙茶茶类之类的冰淇淋都觉得太甜，明治的还不错，真的。谢谢不当不当兔的七夕绘本票哦。我没有吃过明治哦，但是真的就是便利商店看到冰柜里面其实蛮多好吃的冰淇淋，但是都好贵哦。你没有看，因为就是很多日本的包装看起来都超好吃，但是都好贵，一个冰要69，就有点买不下去。我觉得一支冰棒我40块还可以接受，高于40我就会觉得有点小贵。毕竟你已经很甜了，难怪没办法接受太甜的冰淇淋。不觉得一个冰69太贵了吗？可以吃一个便当了耶。就有点买不下去。Goldwater 的冰好贵，可能是焙茶的焦香苦味再引出甜味才会觉得更甜哦。原来如此。哎，但我发现我也蛮喜欢吃那种牛奶海盐吗？海盐，我觉得海盐配冰超好吃的，就是海盐有一点咸咸的，然后就会更提出冰的清甜味嘛。对，我蛮喜欢海盐冰。之前去是哪里玩？台南吗？还是台中玩？跟李家姐妹，然后去吃了台南吧，对，吃了全伟家。我觉得那个海盐的那个冰有惊艳到我耶，海盐牛奶冰是不是？谢谢雪在巴的 super， 谢谢冰彻神的爱的烟火。我意外喜欢海盐系列的冰。还有旷世奇派有一个是也是什么海盐焦糖哦还是什么的，那个也好吃，这是意外的咸咸配甜甜蛮搭的，应该说就是那个咸味可以中和那个甜吧，所以就是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腻。谢谢红包。那星巴克和哈根达斯的说价格真的是比较出来的，真的。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别人请或是朋友送回去吃，平常自己不会。所以被请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特别开心啊，不觉得吗？海盐焦糖脆片，因为平常自己不会去吃，然后收到就会觉得哦谢谢你的感觉。小七的百吉苏打清凉感，对，你们没办法送礼品券。今天在很特别的空间直播，三一冰有去吃吗？还没，我还没有去吃过三一冰淇淋，一直很想试试看。三一冰有推荐的口味吗？他们不是口味超多吗？我觉得我到时候去一定会选择困难。饮料喜欢奶盖系列吗？咸甜的，哎，饮料我以前不喜欢奶盖，我觉得那个上面那个咸咸的 cheese 嘛，浓浓的有点不敢喝，但我长大后好像蛮喜欢的，对，现在很爱奶盖，奶盖好喝。一次吃三球，吃十次就差不多吃完了。不喜欢奶盖，我喜欢奶盖哦，最近超爱奶盖的。三一冰比 Costco 便宜一点点，跳跳糖口味，跳跳糖口味听说很红，不是吗？三一冰很红的口味，超喜欢直接喝奶盖。哎，我很爱喝马古，是马古吗？还是马吉？马古对吧？是马古对吧？我每次都会记成马吉，马古的那个奶盖。
那叫什么？芝士芒果，芝芝芒果，那个超好喝的，就是芒果，然后上面有奶盖的那个，那个很好喝，芝是芝芝芒果，对，麻果。我一开始真的以为那它叫麻吉，麻果很好喝。我最近的那个爱店，饮料店爱店是梧桐号。最近超爱喝梧桐号，而且我不知道梧桐号什么时候崛起，就是去买梧桐号的时候都排超多人欸。梧桐号整个崛起欸，超希望哪天能开放买一整杯奶盖直接喝。一整杯奶盖也太 heavy 了吧。曾祖母小芋圆好吃，梧桐号真的很好喝，我超爱喝它的杏仁冻梧桐茶，很清爽欸，就是夏天不想喝很腻的就会想喝梧桐号。我觉得梧桐号的那个冰茶都蛮好喝的，荔枝冰茶跟，因为我喜欢杨桃，杨桃什么绿茶冻杨桃冰茶，然后荔枝冰茶也蛮好喝，然后杏仁冻梧桐茶也好喝，就是夏天不想喝奶茶很腻的时候喝冰茶就会蛮舒服，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杏仁冻真的很好吃。是不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夏天大家不想再喝很腻的东西，所以刚好他们家的茶偏清爽，所以就很受欢迎这样。可不可也很多人在喝。我最近是很爱梧桐号，超爱的。西门町的杨桃冰有喝过没有欸？没喝过。梧桐号推推，如果你们喜欢杏仁的话，可以去喝喝看，杏仁冻梧桐茶，很好喝。再睡五分钟也蛮喜欢，再睡五分钟我之前要去排，然后排太多人都没有买到。品涵是不是有龟记的折扣吗？对，龟记我也喜欢，龟记我喜欢。苹果红参跟葡萄什么葡萄芦荟紫葡芦荟春，对，突然想不起来，紫葡芦荟春也好喝。那有去买需要买的那个冰箱吗？没有耶。梧桐号真的每次都排好长，上次想去买太难，直接先排到脱水，真的。上次也是练舞完跟彩杰要一起去买梧桐号，然后排一个超级久。谢谢阿元的紫葡守护灵，推可不可的莉莉红茶。哎，莉莉红茶是不是可不可的新品啊？就是夏天出的那个荔枝的那个，那个我也一直想试试看。苹果红参赞爆。等等晚上就顶了。谢谢 AT 火鸟的浪努星，那个很好喝。陈零九的酒茶，哎，酒茶我没有喝过。我真的是就是交了朋友之后变成饮料人嘞，就是我以前不太会主动去买饮料，但是认识了李家姐妹之后，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之后就会买一杯饮料，真的是一个魔力，跟朋友出去玩就会买饮料，但自己的话好像就不太会。饮料人没办法，夏觉得台湾夏天越来越热了，好像不喝饮料不行。木手黑小智有团购苹果红参，真的不错，是不是真的蛮好喝的？苹果红参真的清爽，清爽，喝饮料真的会成瘾。谢谢 Sandy 的爱的烟火，哎，但我发现我饮料喝饮料习惯改变了，我以前都会点奶茶之类的，但我现在很不爱喝奶茶，就觉得喝奶茶这边很腻，就是一坨。东西卡在这的感觉，我最近都比较喜欢喝茶，不喜欢奶茶。
饮料以前不常碰，但现在克制不住，跟朋友出去基本一杯，是不是真的？跟朋友出去就是会想喝饮料。谢谢夜兔的红笔。饮料都是点无糖少冰吗？我都点无糖去冰欸，因为我不喜欢喝太冰，所以我都喝无糖去冰或是微糖之类的。无糖奶茶不行，奶茶喝完这边还是很腻。谢谢金耀送的石头。那应该是要来杯酒精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现在才早上耶，不是酒精的时间。谢谢金柚的文手礼，谢谢金柚的爱心小蛋糕。去冰比较健康，最好多少有点温比较好。哦，我有时候生理期的时候就会点温的喝，但平常就会点去冰。其实我不喜欢喝太冰的东西，觉得好像蛮不好的。虽然很爱吃冰啦。好像没有什么资格说，但我饮料通常会点去冰，因为我觉得有加冰块的话，冰块融化就会淡掉那个饮料的味道。对，因为我喜欢浓一点的茶，所以不太喜欢加冰块，因为加冰块融化就会淡掉那个味道啊。偶像生理期感觉超辛苦，真的，每次都想说工作的时候最好不要碰到，可是没办法控制嘛，所以就如果真的很痛，就只能。吃冷痛上场，然后吃止痛药。我好像遇过，之前遇过几次是练舞，然后真的痛到在床上爬不起来，可是又没办法，就不想缺席练舞。但我自己是一个觉得缺席练舞很麻烦的人，因为走位什么都要记，然后有时候我们练习时间其实蛮赶的，然后。就缺席的话很麻烦，就是会怕记不起来东西，比较容易担心的人。嗨，所以就是不太敢缺席练舞，然后所以之前就还是好像跟老师请假了什么半个小时，然后先吃止痛药休息一下，然后好一点之后再过去。是阿贝桑，不是，是彩杰，是彩杰。晚上要一起看电影的好伙伴。对呀、啊，现在已经电影咖了。电影咖，敬业小偶像。哎、欸，你有遇过生理期然后工作的吗？的时候。有啊。是不是真的很痛苦？啊、真的超痛苦。我之前也有一次公演遇到，然后真的只能吃止痛药，哎、欸，就没办法。好像是彩排的时候，然后真的痛到我蹲下，然后那个姐姐过来说你怎么了，然后拿给我止痛药，这真的没办法。嗯，你怎么晃进来了？涵涵。不要太吵，没事的。都过去了。他们去买东西了。对呀。那你怎么没去？你懒得走。因为我不会骑脚踏车。啊、哦，哎、欸，你不会骑？对、啊。真的。对。你看起来都是会骑的，因为之前拍企鹅 MV， 然后家里也不会骑。我跟他都不会骑。但你看起来像是会骑。真的吗？但是我其实会。我觉得可以学学看。其实我会骑，可是我也不敢骑 U bike。我已经反应过很多次了，因为 U bike 它太高了，就是我脚比较，对啊，踩不到，没有，我已经调最低了，就是踩不到，很没安全感，而且偏重，那个车偏重，是蛮大台，对，就有点不敢在台北市区骑，如果是什么河滨公园的话还勉强可以，可是市区的不是，哎，我有一次要骑去那个公园还是什么，反正去。那个
对，我就骑脚踏车，然后在路上撞车，我自己不是撞车，哦，你自己撞，对，我自己撞到杆电线，哎，电线杆还是柱子什么吗？就是因为太高了，我太高了，太高了，我控制不住，你知道吗？那好笑哦，我真的控制不住，撞到电线杆，看起来真的很笨，是蛮危险的，我已经叫黄杰帮我。反映过很多次，他叫他写信去给台北市政府说，请问 U Bike 可不可以体谅一下150公分的人，可以再把座位调低一点吗？我快笑死，一人一信救救平汉，但好像没有人要理我的样子。他在一起写信。给议员澄清，谢谢雪带巴的香槟，谢谢你们太小众，要改有难度。哎，没有，其实150公分的女生很多，哎，意外多。你看 TP 这几个了，可是可能150公分的女生骑脚踏车的人比较少。嗯，有道理。不是啊，那为什么人家可以坐高，不能坐低？有做高吗？有啊，它可以调高，那我只是要求它再降低一点点，拜托嘛，再低一点点就好了，我真的就差一点点。笑死。人家现在忙选举没空了。TP 的150公分的 ，TP 偏小只吧？我觉得 TP 偏小只哎、欸。还有通行 U bike， 15差很多，包括159。但我没有骑过 U bike 2.0，只骑过旧版，还没有骑过新版。听说新版可以用手机 app 直接刷，对不对？就不用用悠游卡。我从来没有骑过 U bike， 因为以前用悠游卡很麻烦，好像你那个卡没有开通的话就不能骑。对对对，要去开通才可以骑。什么？韩寒表示羡慕不超过160。你会羡慕小只的人吗？我之前有想说158这样。想要小只一点的。对。真的是自己没有的东西最好。但我就很想要160，然后把高的人跟我说好想要你这样150，好可爱哦。互相羡慕。真的互相羡慕。所以座椅可以调了吗？还是调到最矮还是骑不到？我已经调最矮了，还是有点骑不到。就是双脚没有办法同时，就是停下来的时候，脚会需要一点怎么，就是有点酸的。或是要倾斜一边才可以踏到地板，真的想要小只一点。对，要先开通，我外地仔也是参加活动才开通的。U-Bike 2.0 调座位高低也更轻松方便，真的、哦。2.0上坡比较好骑，我是没有骑过啦。谢谢科技鱼的带你去流浪。因为 U Bike 1.0太高太重，一定很多人反映投诉哦，所以2.0比较轻吗？那我可以骑骑看诶、欸，因为我觉得旧版的真的对我来说偏重。上坡差不多吧，最轻段都很轻。2.0好很多，但还是觉得很难骑。浩逸是不是太高了？觉得难骑。浩逸的身高骑 U bike 应该会觉得太矮吧。谢谢幻影战士的香槟。这浩逸长太高了啦，骑 U bike 应该会觉得很低吧。我应该刚好。
谢谢 Alice 里的 Super， 其实调最高是还好。嗯。我上次是从哪里？从大稻埕骑到淡水，超远。是切很逼我，他说我们骑很快就到了啦，然后逼我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中间有一段是斜坡，大斜坡，我真的差点觉得我要摔死了。那个如果摔倒，真的会那个受伤哎，超危险！我真的是再也不敢骑那一段了。超级斜，超斜，真的是很恐怖。因为我原本想说都是那种，就是那叫什么河滨公园的话那种都可以，因为它一开始其实大稻埕那段都是河滨，就是还 OK， 蛮宽敞，而且都平路这样。就是骑到后面开始岔路跟马路哦，然后开始有桥，然后那个路超窄，真的是应该我一辈子脚踏车骑脚踏车的阴影。而且是骑 U bike， 就是对我来说偏大的车。旁边是有哈索哈索吗？哈索哈索是什么？什么是哈索哈索？从北车到乌梅骑车比较快也省钱。天荒太严格，一般经验。一般有经验才远骑，而且我们骑 U bike 哎、欸，就不是专业脚踏车，它骑那么远，真的是我的阴影。哦，憨憨，他是打憨憨、哦，没有他这个真的是哈手，他杨雄打的这个字是手吧？是手啊，憨是叫。哎，露出来了。这个才是嗯，憨憨，这个才是嗯啊。对啊，我刚刚想说，哎、欸，他说故意的，我看不懂啊，没那么聪明。我想说，他说他说是什么？原来是憨憨。他说他说。这样看起来好像我笨。他说他说。他说他说。你改名字了、啊，你叫啊，还是我们？你叫憨憨，我是憨说憨手。你叫憨我是憨说憨手啊。我们是憨说憨手。憨手。憨手。面面也是 ，man man man so man so。马手马手。我到现在还不会分，根本长一样。哈索跟哈苦是什么关系？就是哈苦的关系。哈苦，你直播都爱干嘛？随便聊。聊天。真的。随便聊，真的随便聊。骷髅龙会出现吗？现在比较少，但还会。嗯。包括。谢谢 Poco 追踪主播，七夕，没想到今天七夕是跟你过。哎、欸，我，你还特别穿粉红色裤子。对啊，可是你知道我看那个我的金熊追完房再看，然后才发现我某一年七夕也是发你。真的哦，不要这么感人好不好？差点删掉。差点删掉，什么意思？我看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。这什么时候啊？尾牙的时候、哦，可是不是尾牙当天发，就是七夕的时候发。七夕才发。谢谢博维的缘分相遇，谢谢吃货小米的梦幻泡泡。哦，当然是白色情人节的时候。嗯。涵涵可以不露脸入镜看打扮吗？怎么入镜？没有打扮吗？对啊，就是穿一个练舞的时候会穿的样子。超级没有打扮，很舒服的穿着。哎、欸，你蛮常穿这件粉色裤子的，是不是真的很舒服？我也觉得这种裤子很舒服，而且蛮凉的。哎、欸，他们说很高，看我站起来跟你为什么要跪着？我站起来跟站起来。他们到底要看什么？这身高。我今天穿了一件裙子。你有蹲吗？我没蹲啊。为什么我们的手？一样，那个、啊。一样强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真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你的手比我长，可是为什么站着一样长？啊，位置一样。是因为你的上面也比我高是吗？所以你长刚好综合掉。所以每个人的手都在差不多的位置吗？是吗？因为你比较高嘛，所以你可能上半身比我长。他们说我手长，但我手是真的蛮长。他手长。长臂猿。你的脚是不是比你姐大？对啊，差不多，大一点。大一点。天哪，你好白哦！谢谢。天哪。你是天生的吗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戳到你。对啦，天生的。出生就这样。对，出生就是黑的，没有出生是白的。所以你看我这个吗？晒会更明显，然后对，可是我，那你擦一些美白，我肚子根本就没事。那你每天晚上擦那个美白乳也不会好一点？会好一点，但是不会多白，最白就是这样而已。它是那种美白针之类的。美白针好像没用。真的、哦？还是你吃一些会让变比较白的东西？维他命 C。嗯。已经在吃。对不起。差不多，差不多就好了。你听起来好绝望。我根本就没有晒肚子啊！对耶，超瞎的。但我妈好像说，她生我的时候一直喝豆浆，然后吃。我妈好像也喝酱油。我妈还没回家。对啊，她会做到礼拜一，你可以再来看她。漂白水可以，不要当真。没用吧，都基因的问题。喝酱油。你看我今天要发的照片，会不会很？可以啊。颜色很那个。不会，我觉得可以。是不是？觉得可以。还好吗？嗯。那你的板是不是偏灰色调？对啊，就是灰。但我觉得你的板蛮有一体感的，就是那个灰的感觉。研究多年才研究出来。你是把饱和度调低吗？对比调。对比调。因为我调，我每个数值都会调。嗯。就是多少调一点，我就是不动会不舒服。然后放上去看一下整体，好像也没有一定的说几趴几趴。对，但每次都不一样，因为每张照片亮度都不一样。我已经好久没发照，其实我有拍很多。照片，但都还没有修。我有一天好像有化完整的妆吧，然后就有在家拍了一些照，但让我看看，都还没有修。让我看看，就是这种。我帮你挑。我真的是还没修，就是。很漂亮啊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家蛮好拍的。好室友姐姐的风格。而且我还尝试拍了。因为通常我们拍照不是拍3:4吗，或是正方形、啊。然后我就之前有看过有一个朋友，他发16:9，就是有点像电影，哦、然后再加黑背或白背之类，那就好像也蛮好看，那就拍了，还拍了哈库。哈库很胖。哈库真的长得很。很魔。天使。还拍了哈库。很好笑。什么皮卡在喊房间跳舞？我们还有一起拍这个，我都还没拍。哦，对啊，脸长。可以啊，很漂亮。憨手的脸长，突然多了新的名字。想那么久。憨手。看。好看，哎，这是那个饭店那一天。对。一样的粉红裤。我现在都直接拍16:9，构图不喜欢还可以调回4:3。可4:3也可以切成16:9。是啦。我看一下，但是比较长。但比较不好切吧，嗯、就是可能会被卡掉，因为16:9是比较细长。哦。好聪明哦。旁边不是彩洁吗？还是我听错？是彩洁。可是不是彩洁房。肚子饿了。你饿了？你要吃饼干吗？可以在这边吃。
戴牙套。哦，对哦。麻烦。麻烦。继续修图。我最近真的是很没有在修图。还是有点懒惰一阵子。郭采洁吗？问号，当然不是啊，如果是，对啊，是哦，郭采洁，郭采洁，郭采洁来唱一首，郭采洁什么歌？好好过你的开头人生。什么？你没听过？你没听过？不好意思，天哪，你居然没有听过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天哪！你真的18岁，太久以前，你没有听过，我好老哦。太久以前发的单曲啦，我好老哦。太久以前发的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哭了，没事的啦。你真的没听过这首？你认真唱。好好过你的开头人生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开头人生是什么？卡通人生、哦、卡通人生没有。天哪，这代沟 我跟你之间居然已经有代沟了吗？可能我们的喜好不太一样。就像我有时候会听人。那你有听过张韶涵吗？怎么可能没有。头号甜心呀。你是头号甜心。有有，那就还好，没事没事。不用担心。还在同一个年代。不用担心。代沟了。My car, my car。对啊，我记得这首歌好像有弄成广告歌，好像是。不是，卡通人。咦？好像是有变成一个车子的广告还是什么的歌。你是头号甜心。是。这是哪一首？哪一个连续剧？还是哪个偶像剧？不知道。March 的车子广告。谨慎的确定代沟程度到哪，两个世纪的差距。搞不好我姐有听过。有可能。有一个广告游戏。可能只是我没听过。天哪！我昨天修的照片怎么不见了？宕机。有一张不见了。还是误删了？咦，找找看，但不见了。一般都是3年为一勾。你18、19、20，我们有4年，那一勾而已，还好。对啊。谢谢三角形的行李箱。他说有人说你在梦中修的，其实没有修。没有，我就有其他张哦。会唱靠近一点点吗？再靠近一点点，就和你牵手。在骗你唱歌。是吗？哈密瓜。就和你的那，那你有听过那个吗？罗密欧朱丽叶。有。我每次都会唱成我爱你，你是我的罗密欧，我愿意变成你的祝英台，就是。怎么会有这样错的？然后我每次都把他们配对错，你知道吗？为啥要把他们配对？他们那么相爱。罗密欧配祝英台。朱丽叶配梁山伯。朱丽叶。Daisy 主曲叫什么？不是跟朱丽叶配啊，怎么会唱错？不能很顺吗？一点都不顺。本来就是祝英台。祝英台。幸福的每一天。我们光走音。对啊。没有带音箱。我们唱自己的风格啊。可是我们现在有点烧香，一定是因为刚起床。刚起床啊！我今天很早起。你有吗？我打给你的时候，你还说我真的没醒耶。不是，我是说，我平常我早起，我平常都是2点起床，最近有点晚。你到几点睡？昨天好像5、6点。这么晚？我说你平常的睡眠时间。3、4点，但是这个是最近有点变5、6点，因为不小心，一不小心就睡到2点之后都调不回来，但今天应该可以小调一下。那你有工作的时候也是这么晚睡吗？就是睡不着的部分。天。因为平常都是。对。那你这样工作的时候不会觉得很累吗？就是很晚睡。超累啊！
但是我只能说我该调一下，调不了。平常吃面的时候都很放空吗？我好像吃饭的时候偏放空比较多，嗯，就是，你那时候真的在放空？我吃饭偏放空，好像比较不会那种哇好好吃的那种。我也不会那样啊，就是吃很觉得很好吃，可是通常吃饭就是放松时间，所以就不会想很多事情。对，我觉得我可能比较镜头敏感，感觉如果有，拍的话，我还是会没有发现。没有，因为我没有发现你的拍。有，我知道你沒有。偏可爱，那个是烧魂面，对，那个很好吃，而且又便宜。是吧？便宜好吃。我超会吃。毫无感情的吞食机器。哎，那我从以前就很常吃饭的时候被说，哎，你不开心吗？心情不好这样，那我明明就没有。他们一定跟你不熟。我只是很专心在吃饭，然后别人都会说你心情不好。因为我吃饭通常面无表情，他们一定跟你不熟了。你就说你心情不好哦，我只是安静在吃饭而已，好吗？不能吃饭。平常下次可以做出很好吃的表情吗？我可能做不出来。哎，那有些人吃饭看起来就很好吃啊，林忆莲之类的。对。对啊，他们吃饭看起来很好吃。他们上吃饭看起来很好吃，吃一样的东西给他。吃的感觉很好吃。对，我不知道我吃饭看起来就不好吃。因为面无表情。平常练舞的时候也是无表情吗？对。通常都是吧。我吃饭都在看手机。我觉得我最近比较没有手机成瘾。天哪！你有发现我吃饭的时候不太看手机吗？完全没有，因为你都在看手机，你都没有在观察我。有啊，我正在那里吃面呢、啊。吃饭很难有表情。你最近怎么戒手机呀、啊？没有，我好像已经戒了一阵子。你干嘛戒手机？一直成为手机小。我想说，吃饭好像专心吃饭比较有办法。可是你看起来一点都不专心。我只是放空。你在放空哎、欸。总比用手机好吧。我觉得可以吃饭的时候，吃饭时间也汲取一下知识。是吗？你都在修图，好不好？修图，他们要怎么想？就是我刚起床，我这时间还在睡。你要喝杯水，喝杯水。我这时间真的还在睡。真的被吓死。老痰了，不好意思。可是我这时间还在睡啊。所以我的喉咙还没有苏醒。你不要再讲话了。你不要再嘲笑我，我的喉咙还没苏醒。太好笑。不要再笑了。No。谢谢火鸟的爱的烟火。我觉得我也有点卡。说吧，早上起床美女也会卡。喝点水，喝点水。你怎么有水？我刚拿着，我喝，谢谢。我肚子一直叫，好饿。你看这个杯子很可爱哦。我好像擦到你的口红了。真的。因为我刚喝的杯子。我在擦鼻涕，可可爱爱，好期待晚上的电影啊！听说蛮好看。他们在期待吗？我说我。哦，我以为你在念他们的留言，我想说他们期待我们看电影哦。莫名其妙。我最近好像真的爱上看电影，我以前真的。觉得电影就下档在网电视上看就好，对，我很少会主动看，但是是跟朋友一起看完电影之后，发现电影真的不一样。我真的不会花钱，我以前真的不会花钱去电影院看电影。但我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，就是一个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回忆嘛，对，就一个享受的感觉。电影院看也跟，就电影院比较有气氛。下档时间间隔好像有点远。
你是会看那种爱情片的人吗？会啊。对啊，那我推荐你挑战看看《在车上》。在车上。对，这是一个文青片吗？哪里？日本日剧。对对对，之前千晃找我去看，然后整个大睡着。那你推荐我个屁啊！不是，可是听说齐慧很喜欢那一部，好像是齐慧的爱片，可是可能我比较不懂欣赏。那部片对我来说有点太深，然后在大睡着，还有三个小时，超级。那我先睡了。那我先 pass。现在 Netflix 有上，你可以挑战看看。如果你有挑战成功，再跟我说。冰口龙介。真的很深奥的一部片，我实在是有点看不懂。先 pass。三个小时太久，三个小时爱情片我可能会睡着。啊，他是讲话的那种平铺直述的。Yes, yes. 他比较那种情感深层。那你怎么不看花束般？我现在对你现在这种爱情片。没有，花束般好像真的蛮好看的。真的哦。两个小时。那你有想看《余命十年》吗？那是什么？怎么我也不知道。就是那个最近的。真的。小松菜奈哦，好像可以看一下哎。对呀、啊。还有。好像很好看。类奇推荐我看《模仿犯》，好像是比较偏杀人变态的那种。对。然后切换不敢看。我们可以一起看啊。对呀、啊，我喜欢。可是好像是电影。是电影。好像是电影。好像是哦。请问可以做一个撒娇三连拍吗？我看看三。怎么感觉换那次头爹感觉还还模仿犯？你们有看过模仿犯吗？好看是不是？那我要去看。模仿犯最后不会睡着。怎么觉得林毅看的东西都不怎么意外？好看的是，品涵的刘海已经可以盖过眉毛。对，好像有点长，但是我昨天懒得剪。看《余命十年》很好哭，我已经一阵子没有看日剧了，最近比较少看日剧，都是看欧美比较多。谢谢 Alan 许的星辰，谢谢。鱼本狼人杀今晚出机关哦，有啊，我有看机关军赛，我觉得超精彩。最近看哭的是梦之河。我头天是昨天李佳妈咪跟栗子讲悄悄话时韩寒的表情，我看，好好笑。韩寒表示傻眼。我最近真的比较爱看电影，因为以前完全对电影没什么兴趣，最近懂得欣赏，长大了，懂得欣赏。其实我想再挑战一次看那个《哈利波特》，对，因为大家都说很好看，所以我想说要再挑战一次看看，毕竟也是世界知名的作品。想要再挑战看看会不会睡着呢，哈利波特。但大家都说书小说比较好看，他们说可以先看小说再看电影，但是毕竟我最近有蛮多书还没有看的，所以想说先看电影看看。100分我超爱。我在等不可能的任务玩命关头时，为什么看哈利波特是我看哈利波特真的睡着，因为它就是色调比较灰暗吧，那我就会睡着。名凶鬼物你一定不会睡着。史诗式电影，我先读你会睡着。我不会，我会努力撑下去。对于看电影这部分，努力看完哈利波特。如果哪天我
有看完我再跟你们说，跟你们说我觉得好不好看。越来越暗就会睡着，还是因为很常说话？对，我就是通常在就是比较说话的片段就会想睡。唱胖的一支歌也是会想睡。还有汉语教室，大家最近有推荐的电影吗？话说说话是为了剧情推展，不是沉重话更想睡。有了，我最近有比较进步一点了啦，有进步对于电影这部分比较不会睡着。谢谢依然男友送的 super 推柯南。其实柯南我也蛮想要试试看的，因为也是一个名作嘛，然后大家都说好看，也蛮想试试看柯南。赶快去看咒，哎，咒我真的不行。有一天室友姐姐邀请我们一起看，因为我们真的太好奇，我跟切换太好奇。然后那天就是也是咖啡厅，我切换我们想说挑战看看，然后我这样看前一分钟就不行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看恐怖片，我真的前一分钟就。不行，就是听到那咒语的声音，我整个头开始痛哎、欸，就没有办法看恐怖片。我觉得那个就是旁白讲话也让我觉得很恐怖。一堆人叫我跟他们去看，就是我连白天我都不行哎、欸，我就不知道那个氛围让我觉得很不舒服，没有办法看恐怖片。耳朵捂起来，哎、欸，连姐就是室友姐姐说画面不恐怖，我都不敢看、欸。就是耳朵捂起来，单看画面我都不敢哎、欸，就没出现什么我也不敢。就是我觉得那个氛围嘛，色调氛围，我觉得很可怕，太贴近生活的恐怖片，会看到崩溃。我也还没看咒，看过预告。我上次看萨满，我都要我同学陪才敢看。李藻林、伊子轩，看谁先说？我真的不敢看恐怖片。谢谢阿元的 super， 谢谢。恐怖片真的不行，我连。之前不小心滑到广告都被哎，对，就是因为 Netflix 不是有上咒吗？然后有时候转到的时候，就是会因为 Netflix 不是会自己播放一些短短的预告吗？只要你停在那部片的页面，然后我就很怕按到咒的页面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敢，我每次看到咒，然后就赶快跳过的，因为他自己播放，我真的觉得很可怕。看到之后赶快关上。我是那种就是有时候看 YouTube 不是会有广告嘛，然后他有时候会广告一些就是新上映的恐怖片嘛，对，那我就觉得为什么要逼我看这个啊，然后又不能跳过，很可怕哎、欸，连预告都想，看起来真的很怕。那个一定要看，以前也是公车站看到鬼片广告我也很害怕。我最有感的是韩国昆池岩，我看完当天晚上不敢一个人去厕所，请选择低头滑一下手机。所以我真的非常敬佩有办法去电影院看恐怖片的人，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非常的勇敢。这的预告真的很吓人，我真是由衷敬佩。谢谢博成的紫蒲守护灵。蜡笔
小新最近也拍了电影，小小兵二也是最新。哎，听说小小兵二很好看哎，听说蛮好看。谢谢红包，不客气。小小兵二我想看，听说好像还不错。那你去电影院也有其他片预告，你要怎么避免看到后面？哦，如果去电影院看到预告是恐怖片的话，我应该就是闭着眼睛捂起耳朵吧。对，不然怎么办？只能这样啦。以前有玩过鬼门看看鬼片，结果什么事都没有。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挑战的。电影院也有被其他观众吓的因素。不敢看。我有听过有人恐怖片看午夜场，整场只有四个人，也太可怕了吧！我觉得恐怖片看午夜场更可怕，因为整个戏院没什么人，然后座位很空，更可怕。谢谢一晨的行李箱。走出来不止四个人，哎，你不要这样吓好不好？现在是敏感的月份，不要这样说。奇怪的话，我真的会有点害怕。我不知道小小兵二会什么时候去看。而且电影院冷气很强，看恐怖片真的更有感。还是看搞笑片。前天段子的黑百合公寓午夜场只有我一个人，也太可怕了吧！我们要不要换个话题？有点可怕，换个话题，换个可爱一点的话题好了。嗯，想想，你们有想去哪里玩吗？现在有点害怕。哦，最近不是观光局什么有补助1300吗？每个人1300的住宿费，有点想要出去玩，好像可以抵住宿1300。只要申请就可以，什么观光补助还是什么的。你们有想去哪里玩吗？我最近真的很想出去玩，有点想去花东那个看海，欣赏星星。洛克，我觉得你这样很不 OK 哦。我不是说好换话题了吗？太可怕，暑假都要塞车。之前去台南玩用掉了。我想要去九份，哦，九份也不错，九份可以吃芋圆。九份芋圆。澎湖去了吗？澎湖没有玩。花莲美食可以提供一点点。最近太热，出门，哎，最近真的太热，完全不想出门，真的太热了。那我最近想去游泳。我的泳衣，我买的泳衣送到了，可以去游泳了。这三天还是远离海比较安全，想去游泳池游泳。有泳衣照吗？不会哦，不会有泳衣照。去游乐园，澎湖很热很晒。喷血倒地，没有泳衣照啊！花莲强烈建议去嘉兴冰果室吃午餐，求是穿杂，这么想看，关键字求人杂，那挺寒美照有吧？谢谢卡姆。粉玫瑰，你觉得你的泳衣跟栗子白色比厉害吗？栗子有穿泳衣吗？栗子没有穿泳衣啊，栗子没有穿泳衣啊，他什么时候穿泳衣了？我们只有发那个深血的泳衣而已，其他都没有泳衣啊。海边那套啦，哦，海边那套不算泳衣，我的那个是真的泳衣，可能不能。不太能发，可能不太适合发给你们看。看起来是厉害些，对。其实我
我有试穿了一下，就是比我想象中的再辣一点，对。因为我那时候看照片，我想说还好吧，但是可能我比较小只，对，所以穿起来比我想象的再辣一点，所以应该不会给你们看。我好需要辣片，你很故意，因为说越想看吗？如果有机会拍到不要那么辣的话，我再试试，想看看可不可以放，但应该是没办法。想象就流鼻血，吊胃口，而且我还为了要去游泳，然后还买了凉鞋耶，我的人生长大后第一双凉鞋。黑色的，我跟彩杰上次去逛街的时候一起买的，好看。品涵就是故意在凌虐大家，让大家痛苦。想说穿泳衣的时候也可以配凉鞋，黑色的。这是一个偏成熟的路线，对。跟涵涵一起买的泳衣吗？没有，泳衣是我网络上。但是鞋子是我跟涵涵去逛街的时候一起买的。谢谢博成的神灯给小辣椒的愿望。平涵会游泳吗？不会，所以想学，想学游泳。你礼拜一世贸完就去逛街？对啊，下班后去逛街。我们最喜欢看成熟。你喜欢粉红还是蓝色？我喜欢蓝色。泳衣配凉鞋发啊，新衣服就给，很棒。开放报名教练吗？我可以教。外面好热闹，他们在煮饭，等等我也要去帮忙吃，帮忙煮。其实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们真的那么想看泳衣是不是？那我可能发的没那么就是辣的给你们看的话应该可以吧，但我不确定会不会拍照，看我心情，如果我有去游有化妆的话再拍，不一定会拍。我可以发凉鞋照给你们看。你们是喜欢看女生的脚吗？因为有些人好像蛮喜欢看女生的脚，我很常被说我的脚很小，很好看，自己说。但我真的被很多人说我的脚很像漫画脚，因为我的脚很小嘛，就是偏小，整个都小小的。然后真的很常被说很像漫画里面会出现的脚，因为很小。看一下款式，如果我有拍再给你们看，漫画。想看到品涵的脚，之后如果我出门玩有穿的话，我再拍穿搭，你们就会看到。那能跟你家姐妹脚一起入镜吗？我要才有比较，他们脚真的跟我差超多，他们真的是爸爸的脚，对我来说。那我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先来念个排名吧。我要去跟朋友一起玩了，快去吃饭，好饿哦。我先来念排名，第十名三角形，第九 dragon， 第八悍战士，第七博成，第六吃货小明，第五庄盈，第四雪代巴，第三柯基鱼，第二金佑，第一志宏。恭喜志宏、金佑跟柯基鱼可以指定啦，恭喜。辛苦。
品恒跳突然 Do Me Love， 你说 HKT 那一首吗？午睡隐约听到泳装什么的，赶快开始塑造梦境。我真的长大后还没有去游过泳哎，然后就想说机会难得，买了泳装，想说夏天好像真的蛮适合游泳。但我那个泳装其实没露到什么啦，就是比较露到背跟腿嘛，背跟腿。因为我想说我可以露腿。我没有答应你们啊，我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不一定会怕啊，对不对？谢谢一晨的枫叶，你的浪是这方面吗？跟我们想的不一样。对，优势在哪就露哪。露腿也蛮辣的吧。腿看起来很长啊。品涵不学游泳才能刁难未来的，博为指定品涵水着照，那可以发腿。好了，我没有答应你们，好吧？我只说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也不一定发，对不对？我那么傲娇的人，你们觉得我有可能会发吗？机会，我这样是不是更吊你们的胃口啊？我好坏啊，我会一直期待。我真的好坏哦，你对我们这么好肯定没问题的。用指定换是可以的吗？先说会。七夕快乐。 Yes, you are really bad. Yeah, I am a bad girl. 没关系，我才没有期待。大家可以开始指定咯，前三名的。不要再期待泳衣了，你们先指定。Bad girl 听起来好坏。指定品涵穿泳装时的性感五连拍。博文要不是前三名，你为什么指定我？不，我不实现。先指定泳衣，我只知道阿妹的 baby。我们的脑内已经被期待感塞满了。你要跟谁去游？我去跟其他成员们讨论吧。其实还没决定哎，根本就还没约。刚刚第三名说哈。你给博文的啊，不想要做这个指定，讨厌。穿泳装时的性感五连拍，很不想做这个指定耶，烦死了。好吧，既然是第三名给他，那就没办法。我想一下，一，二。三、四，还有什么性感的 pose？ 四，五，五，好，五个了，偏性感的 pose， 五个偏性感。对，我刚刚可以吧，我今天没有做可爱的 pose， 就是偏时尚性感，可以吧？谢谢品牌，谢谢前三名的大大，谢谢实至名归的掌声鼓励，可以啊，给过。我的想象力帮我 P 好，指定芭蕾舞转圈圈，裙子飘飘。好啊，芭蕾舞转圈圈是吧？这样吗？可是看不到人哎，只看到我的裙子，可以吗？要远一
点，可是这边不太方便拍到其他地方耶，可能有点没办法哦。对，有点不太方便拍到其他地方，画面有点膝盖，有点没办法，这边不是我家，对，在地上打滚就可以了，还是你要换一个指定，还是你要换一个指定，谢谢火鸟的星辰 ，sorry 金友，有点没办法，对，只能拍这里。你要不要换一个指定？还是谁指定进去衣柜一下被李家吧？还是 OK？ 这种指定留给下次。你要换个吗？可爱三连拍用过了，要用什么？今要要换个吗？裙摆抓裙摆，脚摇晃一下，飘飘感就好 ，OK 吗？裙摆的话可以吧。渴吗？金友，谢谢你。金友可以吗？还是你想要换个？也 OK 哟，还有一个是志宏，是不是？志宏是不是去上班了？谢谢 TTP 棒场的红玫瑰，金佑要换吗？坐着转圈要配 Shooting Star。帮他想一个，谢谢阿元的粉玫瑰，不用吗？好，我帮你想一个好了。嗯，爱心，可爱 pose 怎么样？还是这个这个？谢谢金友好，志宏呢？帮他指定一个吗？志宏，我想想，性感喝水，性感喝水怎么样？这样有性感喝水。我想学习那个，那叫什么 ？Confession 最后，噔噔噔噔 ，Don't make me laugh 啊的那个啊，我有 feel 吗？我真的很像在拍可乐广告，一点都不性感。对啊，我对性感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？果然还是没有办法性感吗？算了啦，你们有想要从我身上看到性感的元素吗？应该也没有吧，还是其实有，只是不敢说，有吗？有，有哦，真的假的？没有你就好，有期待，有期待，有吧？有时候表演的时候有。可以的话，没有强求，有当真的，泳衣出来就有，当然有，好吧，那我考虑看看，人生有梦想。哎，但我其实最近也蛮想试试看性感的风格啊，我不是就尝试了性感的鞋子跟泳衣吗？如果有机会，我再呈现给大家看，好吧 ？OK， 大家是也不用太期待。就当做有就赚到这样，但也不用太期待。好，那今天差不多就各位。
尝试过习惯才。拜拜啦，各位，下次见啦，期待看电影，我再跟你们说好不好看。祝大家周末快乐，上班加油，拜拜，辛苦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健康平安，七夕快乐。最后要性感一下，拜拜。